那么碳纤维呢，这个材料它有这个很多的优点。那么最主要的一个呢，是在重量上。那么我们这个车辆呢，整体重量的减轻了30%，实际上呢，能够有效的这个降低能耗，提升载客量。同时呢，碳纤维这个材料呢，在这个环保、噪音、节能方面，还有这个温度控制方面，都有很大的优势。